今天教大家折《火影》里面的手里剑 A4 纸横的竖的剪成四张纸，角对折剪下来，四张都这么剪。先拿正方形的纸基础折米字形，四个角折了中线，打开折在里面，折过来，把下面的折上去，再次把四个角折了中线，把两边拉开，中间两边折下来，上面留1厘米，下面剪下来，再把它们折在里面，一共做4个，把里面涂胶，夹着粘在一起，依次组合起来，前面剪下来的四张纸从中间剪开，先拿一张对折，两个角折了中线，再次折了中线，另一头也是两个角折了中线，下面对折上来，整体对折，剩下纸也这么折，得到8个，在中间涂胶，夹在里面粘好，每个角上粘2个，依次这么粘，手里剑就做好了。喜欢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